9月28号晚50许 EXO 成员世勋、灿烈、苏沪三人结束斐济拍摄环保行程，经过十多个小时的飞行安全抵达韩国。当天呢，有近500多名粉丝到现场机场接机。因为近期正值韩国中秋研休，入国的人流不是很多，所以整个 A 口的入国厅全部都是 EXO 的粉丝，机场秒变粉丝见面会。当天下午5:30许 ，EXO 三名成员走出机场的行李厅，瞬间现场一阵骚动，快门声不断。当天，世勋、灿烈、苏沪三人身着一身休闲装，为在韩国度过中秋的他们，应该在太平洋中的斐济度过了一个完美的中秋假期，看起来状态还不错。随着保安的保护，一路急行走出机场，未做任何的停留。在当天呢 ，EXO 乘车离开之后，粉丝们久久不愿散去，注视着自己的欧巴专车离开自己的视线，这也让众人不得不感叹，果然还是 EXO 粉丝最痴心啊！搜狐视频娱乐播报，韩国报道。9月28号晚50许 ，EXO 成员世勋、灿烈、苏沪三人结束斐济拍摄环保行程，经过十多个小时的飞行，安全抵达韩国。当天呢，有近500多名粉丝到现场机场接机。因为近期正值韩国中秋研休，入国的人流不是很多，所以整个 A 口的入国厅全部都是 EXO 的粉丝，机场秒变粉丝见面会。当天下午5:30许 ，EXO 三名成员走出机场的行李厅，瞬间现场一阵骚动，快门声不断。当天，世勋、灿烈、苏沪三人身着一身休闲装，为在韩国度过中秋的他们，应该在太平洋中的斐济度过了一个完美的中秋假期，看起来状态还不错。随着保安的保护，一路急行走出机场，未做任何的停留。在当天呢 ，EXO 乘车离开之后，粉丝们久久不愿散去，注视着自己的欧巴专车离开自己的视线，这也让众人不得不感叹，果然还是 EXO 粉丝最痴心啊！搜狐视频娱乐播报，韩国报道。